你这样的人不会，等你是变做跟恁爸见面，我真系是看在做唔甘的。你嘛伫迄个光碟内底，你现在会当在遐住着？我是查甫人，就算风气对啊，明仔早啊，风笑节都无代志啊。啊，唔过你无共，你是查某囡仔，佫是千金大小姐。 拄到一款代志，叫你是变怎歪落去啊？以我亲身做检查我的经验，这款代志若是发生啊，就真歹收煞。照即摆状况看起来，迄个叶少侠是绝对无可能会帮你煞，所以才会布置光碟给你吓惊。 叶少强表面上是想要把股份套转去，啊，不过实际上是想要报复你。伊有偌困难，你嘛是真清楚的，敢不是？即摆伊的手头有光碟，随时拢会当甲你吓惊，互你身败名裂。若是讲安尼落去，叶少强早晚会抽走你所有的财产，所以你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去对付。 还是先把股份过户吧，我替你保管，较妥当。别讲啊！我叫你别讲啊！股份要给我到时，是无？股份就是我手头有这些财产，所以有这些麻烦。叶少强叫我把股份还给你，你叫我把股份过户你，我想怎么听你的啊？我叫你把我的下庭办到内底的囡仔处理掉，你嘛无听我的啊！ 遐个股份是我伫遐个受着委屈的补偿，我袂失去遐个股份，我死我啊！我毋是要白白的，我是替你洗手。我有讲过啊，遐个股份只是暂时过户啊，予叶少强我都套转去。等风波过啊，我自然就会把这个股份过转去予你。我只是无想要有一天你有所有，你是安怎要安尼误会我？有遐个股份伫。 我才有安全感。你即摆因为光碟的代志，不管行到倒位，拢这样行行，连即摆倒来的好处啊，你拢会受到刺激，这样激动，敢有你讲的安全感？就是安尼，我已经够无可能放手啊！你要想看卖，即摆伊的身心目睭已经好起来，而且人佫生作水水，伊即摆甲叶少强出出入入，拢无咧顾虑的。 有一天，伊嫁予叶少侠，这嘛是想会到的代志。而且，这土狗魂官司若是拍落去，你真有可能就要乖乖把这股份还予叶少侠。敢讲你想要把酒金金，看到叶少侠摕这个钱去甲迄个星星做伙享受，到时阵星星就会变做好爷的贵夫人啊！啊，哪里？ 你只是一个穷离婚、凄惨落魄的情妇，你敢有想要变成安尼？我的叶少强，免想要甲星星做伙。<音><音> 哈喽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博毅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